我去韩国时没有人用英语跟我打招呼。这边。哎，在纽约的，纽约的夏天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要去哪个号啊？去拿卡尔。是不是这一片全都是 NYU 的？不一定，这个就不是号的，这是个教堂。哇，是你们的三次，绝对三次，绝对三次。Library. 里面好像是挺晒的哦。哦，你现在搞错，这是墨西哥菜。哦，可以买那个。这个也不行，这个是卖早餐。可以买个 egg and roll， 这是你们商学。商学院，比商学院更帅一点。宿舍应该在那边。嗯。那要不要去看一下呀？可以啊。是这个吧？哦。啊，好热呀！这楼很普通啊，像大学城的那种一般的宿舍一样。那有可能。五点三太好了，超前了。吐了。可能他用的是带肉吧。啊，外面好吃。